怎么没有？Everyone， 这里大家拿起拍拍拍拍。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二三，一二三，场外篇。你们叫他声音了吗？啊，没有啊。你要弄你们笑吗？结果没人笑。有。我有点痛。Stop。李，你好可爱。我怕你。李，你有粉丝在我那边找你。主要是去到你那边呢，去我躲，去我那边。Hi， 我 thanks for app。然后讲，麻烦你看到一类跟他讲，我看到谁来啊？哎，你有 Eileen 的电话号码吗？OK。开始了啊！对啊。谢谢。谢了吗？你在做什么？我要选最美的照片，很难选啊。我们拍了5张，我选1张。先，你们谢了没有？快点，行动。在干嘛？谢了吗？谢了，记得。然后我们谢了，自动谢的 ，auto 谢。auto share， 你这个这样厉害了。auto share， 我以为我这样落后了，有 auto share 了。黑子姐姐呢？谁？黑子姐姐。黑子姐姐。她很忙啊，来不到。我不懂啊，其实。啊？哎，有事啊？好像是。啊？黑子有事。你表姐在哪里？表姐。她离。因为我被你的样子吸引了，所以我没有留意到。他比较快发现，你快姐姐发现。好了。今天11点有什么？什么？今天11点有珊珊的番外篇，有没有很期待？有，所以你们一定要看。我期待，因为我还没有看，所以我很期待。好了，那我们。Cause my hair too long。没有人问我，我是有剪头发的。没有人问我，我真的是剪头发嘞。我剪了我的刘海，因为我的刘海开始堵我的眼睛啊，所以我今天自己修了我的。哎，我完全不能剪头发嘞，给你看。强生你啊！我本来就剪。其实我觉得观众不大认识我们。还不大认识我们是吗？有的新的观众群，应该是有新的。那我们来自我们介绍一下吧。<Yeah. S 2> 那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mson 周立伦。那我在《青色围墙》里饰演理查这个角色。那理查呢是个补习班同学，跟这位两位，所以他就是许珊珊，等下才会介绍，就是理查所暗恋半年的一位女神嘛。暗恋这个。然后就跟这位小姐姐。关系有点复杂。如果你们还没有看理查的番外篇呢，记得去看哦。他们捧着我。好，那我是 April 周雪婷，我在《青色围墙》里面是饰演徐珊珊的这个女生，然后理查跟陈英、Samson 跟 Jamie 是我的补习班的同学，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吧，今天没有来 ，Hazel， 慧珍。他今天没有来，他就是我的情同姐妹的朋友。Hello， 大家好，我叫 Jamie 朱建美，我饰演高成英。好，至于我们的关系，他们两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所以我比较特别要介绍的就是为什么他叫我成英姐姐呢？因为我比他们大一点点，我是留班生，他们是中学生。留班生就是什么？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特别聪明的同学才会留班。谢谢。来 ，Hello。啊。
Before I introduce myself, 我要先讲这个林天俊，他写 Samson looks like Korean oppa。然后啊，刚才讲影音是女生 material， because of her new hair。李天俊在等着你讲他。Yeah, I'm waiting for。我也不是欧巴咩。快自我介绍。Okay, fine。我是 Gabriel， 在青色围墙，我是演阿杰，就是黑色今天没有来的，朋友，也是月儿以琳的 character 的朋友。嗯，好，没有这么简单。It's not so simple。慧珍也是喜欢阿杰 ，and then 阿杰不喜欢月儿。可是月儿又是他的朋友 ，and then it's like 没有啦，就是我们三个是朋友 ，but that's like you know that's like a love triangle， not love triangle， 就是有一个 like a love line， 一个 line 吧，就是慧珍跟阿杰，然后月儿在那边。我是 connect 那个 line 的，他是 connect 的。那我就是梁雨琳 Evelyn， 在青色围墙里是饰演月儿的。那么月儿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生，然后我跟阿杰关系就是朋友，然后跟黑子的关系就是表姐呀。好了，介绍了。对，现在的年轻人的关系都很复杂，听完了啊，真的很复杂。我听到有多复杂呢？记得收看啊，6月23号每逢星期六晚上11点，在 AC 301还有306 HD。就是在这之前，今晚记得看珊珊的番外篇先哈。是的。好，哎，这样是不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要请他出来？对，我们今晚还有一个女神中的女神。哇，他已经登了。对不起，我们不能看到我们女神中的女神，哎，太美了，怕你们直播。等下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先，好不好？好。六个里面拍戏 NG 王是谁 ？Samson。NG 王。哎，我们没有拍一个戏啊，我们没有东西啊。其实 ，OK， funny story， 虽然我不会中文，我还是没有这样 NG。最多 NG 是。我没有，真的不是。我没有骗你们。可能我们三个都平均吧。呀，平均一样。OK， 你们三个，谁 NG 最多？忘了，很久。那你们也是平均。平均啊，我们是平均的，大家都有在平均啊，平均啊，差不多啦，平均。OK， 我们讲话可能要大声一点，因为大家都 OK 的。好 ，OK。可以，就这样子。我们回答问题，他们的 NG 也是怪我啦，因为他们忍不住笑。对。已经太可爱了。女神中的女神。女神中的女神在哪里？我要为自己找一点 background music。我来了，欢迎女神，欢迎女神 ，Hello， 我是女神中的女神，名叫女神。哎，你们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不是玩过一个 game 的吗？啊，那个 game 是很好玩的，好玩，好玩，好玩哦！你们的脸是告诉我，就算不好玩也要好玩，对不对？没有啊，很好玩啊。OK， 今天呢？我们今天会 level up， 哦哇哦，我们会 level up， 所以呢，我们会让你们，我们不会把你们 group 成你们想要的 group， 所以我们呢会让你们选，就是对，我们就会抽看你是哪里一个 team， 哦，抽签的，对，是有五个人，所以我们会把你们五个分成两个 team， 然后你们五个人呢，其中一个人呢是做 judge 的，做评审的 ，OK， 我不要做 judge 了，我看你有没有抽中哦。好吧，我这边有五张卡，所以就是决定你们的 team， and 决定你们谁是 judge。OK， 好吧，谁要先抽？哇，蓝大的先啦，蓝大的最大最大。好了，那就来比较，我的比较大的啦。哎，好人呢。好吧，你先开。我不用做假的，我要做假的。哎，我们睡下面。OK， second。现在我觉得已经没有，就抽 group 的吧。抽组的，抽组的。经过 team B， team B， 哦，team B， 我怕。
没有经过上个礼拜哦。Next is Eileen. Next, Eileen. 哦，那好，最早跟我决定。我来。好，谁要先？我先。我先，让叶米姐先。好，我先。我姓老啊，我要老。OK。请问 A B C 一组还是 B B C 一组？B B C。所以剩下的就不用看了哦，就是 Team A 啊。Not fair。所以怎么要跟另一样组哎？大家 judge 呢会比你们两个 team 的 judge，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让 judge 决定，所以你们要让 judge 决定你们过不过关。哇，但是啊变得对脸好了，所以你们呢就要想办法去讨好 judge 让你们过关。 OK。然后今天旁边不是这样的，哎，我们还没有选 punishment， OK， OK， OK。对，有关的 punishment 呢，我们就有。不要给镜头开掉，过后。是一本书啊，这个是 one book， 这个。It's a book. Okay, it's a book. It's a book. 好。所以呢今天的那一个惩罚呢我们就由我们的看 live 的粉丝来决定。哦，幸好不要对我们太狠哦。所以呢粉丝你们想看要惩罚谁的话你们尽管就留言吧。好，留言在下面。所以是 Team A 来先还是 Team B 来先？ Team A， 因为 Team A 啊， A first。 然后你们就猜一个拳吧。猜一个拳吧。那问我们有什么意思？剪刀，喂，我们要保险。我帮你加持。好有礼貌的伊琳。剪刀石头布。啊！为什么输？这给不给 ？OK。You already lose already. You have to lose. OK， 我们就请赢的先。啊！我们没说过输的话开始。对呀、啊，我们是说赢的先开始。我们还有个早啊。女生中的女生说的算。对，你是对呀、啊。还有个早啊。下次我们要快一点。早上我赶紧被帮你夹吃。好，我们有请嘉坐下。OK OK， 几位啊？所以这是一样，我们不能用手机可以讲话。好，现在开我有讲说是，我们已经 level up 了嘛，对不对？呀，我们 level up 了。新的 rules 啊，新的 rules 啊，新的 rules。听着哈，我们已经 level up 了，所以今天呢是不用讲的，只是用演的。Oh my god！ 啊？是用演的。Acting。哦 ，acting。是用手动哎。这个可以，就是除了嘴巴，全部都可以动，全部都可以动。嘴巴也可以动，只是不能讲话。哦，这样我可以。有声音吗 ？Judge 要选哦，这是看 Judge 的吗？对呀，这是看 Judge。嘴可以动，不要发出声音啊！表情不错啊，这样要看 Judge 让不让你过关哦。啊 ，Judge， 我们嘴可以动，不过不可以发出声音，还是嘴不可以动？要等下看到，这个叫好好哦，不是要先讲出来的没？啊，讲好好，小鬼，就看那个肖肖让你过。是人定的嘛？是人定，人定。我还没有想到，来啊来啊来吧！好，我们计时两分钟，然后看你们能够猜中多少题。还两分钟，应该一题吧？两分钟哦，猜不到。好，你们要决定谁是演，谁是猜的吗？我演吧。他是舞台剧的吉他，来吧 ，I'm ready。可是我的脑，这不然你演哦。因为我的中文不是很好哦，我怕我讲。这样我来演啊。嗯，好，我怕你讲不出。嗯，这样我来猜哦。OK， 你们要决定到明天吗？对，这个是 OK 的。OK， 我来。你们要讨论继续外面。OK， 我的。OK， 很快的，很快的。我的缺点就是我会没有那个字出来。师兄，师兄，你来猜。好，我来看那个字。好，你来。我可以反问问题哦。啊，我来演。我反问问题可以哦。他可以反问问题啊？不可以啦。几个字这样子啊？啊，可以可以可以 ，OK， 好，你就抽啊。啊，我抽。我
这一本书。哇，这样我不能看。喂喂喂，把这个吐出来，他很专业啊，你看。哇，幸好没有读错。OK， 幸好真的没有。OK， 好了没？哎，又是这个。OK OK， 好了没？我可以转了吗？OK， 好了。OK， 好，咱们正式开始啦。叮叮叮，做一个。三个字，驾飞机。第二题，快点，两分钟了，两分钟了，快点。OK， 很厉害哦。OK。等一下，你给观众看一下啊。Just 讲 OK 吗？我还没有讲。Yeah, OK OK Yeah OK 等一下我。喂 ，Just 讲 OK Just 讲 OK 啊，我 OK OK So 谁猜谁 ？OK You guess Are you sure？ 是 Chinese word 吗？你 OK 他是看纸那位，他是猜的那位啊。Let's take it happen. It wasn't that fast. Face the board. Face the board. 一定要相信啊，我们会帮你啊。我不要听你讲了。Wait, what's this? Oh, not bad. Okay. Okay? Mm. Are we ready? Yes, let's do it. Gangnam Style. What the fuck? Oppa, Gangnam Style. 骑脚车，骑骑摩托车，骑自行车，骑。骑车，哈哈哈哈哈哈！Gabriel，我知道为什么你不要跟他一组。骑什么车？骑脚车？
骑车，骑自行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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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复健，做复健。镜头。有个。可以 pass 吗？可以 pass。耶！我们看大家看一下，这样我们可以跟你另讲答案了。洗脚。哎哎哎！哎，刚刚那一题啊。看哪看？给你看啊，刚刚那一题是，哎呀，也是自行车嘛。No， 脚踏车呢 ？OK， 你的时间在走这。哎哎哎！发生发生。可以可以可以。是什么？下一题是什么？给他们看，给他们。OK OK OK， 看来可以 OK。弹吉他，吉他，一个零，一个零，吉他，一个零，叫什么？Bass 啊 ，Bass，Bass。Bass 啊 Bass, Bass 吉他，一个零在，华语是什么？华语啊，在华语啊 ，No， 应该是吉他。他中风。弹小的，弹歌，弹乐器。他的年龄已经变了。可以做一个 action 吗？那个 action。很大力的弹吉他。Gabriel OK， 嗯，不过还是很简单，一定很简单的，这个很简单。6月17号还可以玩的，对，6月17号啊，我
我们还可以玩的，到时候你一定不要跟他一组，你就会赢了。可是你也不要跟我在一组啊，我不想输。我 I think 我跟杰米是，既然我跟谁都可以赢的，那可能赢的。哎，黑色没有在，当场画圈圈。我很清楚就你们决定嘛，惩罚什么？还有惩罚赢还是输的啊 ？Comment 在下面。对啊，你们准备赢还是输的？赢。Just punish her 啊！来来，我们写下去啊！来，我们先回答这个什么 ？Robel，Robel，Robel， Jamie still remember me？ 我骗你。win，惩罚跳芭蕾舞，那惩罚什么呢？你们就惩罚跳芭蕾舞一个人。哦，我知道了，惩罚跳芭蕾舞。这么贵的？没有，那个光头是伊琳的，伊琳没有赢，伊琳输。因为全部人在讲伊琳 win， 伊琳 did not win， 所以伊琳 win， 伊琳要跳芭蕾舞。就是伊琳咯。伊琳要被惩罚。你们讲一下，你们惩罚谁 ？No， 没有人讲我的名字啊，全部讲伊琳啊。OK。我看全部讲伊琳。哎，佳子，你要公平一点。佳子，粉丝在哪里？佳子，你看 audience 叫什么 ？audience 叫伊琳 win。他们讲 win。OK， 这样子我们这里有一点 confused， 因为他说 ，OK，Actually，I got an idea， 他讲 win and 伊琳 win。说、so, 这两个 winner 还有这个 winner， 我讲你就 say 吧，是吗？你就 say 吧，是吗 ？This is what audience. OK， 哎，刚刚我们看到什么？就丁 B 是吗 ？Yeah， 我们看到丁 B 是吗？唱风筝，唱风筝，唱风筝吧，是吗？我OK， 这样子的话呢，你们不要哎，你们不要这样子 ，OK？ Audience 已经要你们三个，没有，让我们全部来。他们不能发出声音，我代表他们讲话，就是要会唱风筝的人唱歌。这样子我们大家一起唱好不好？啊，是不是大家一起唱好不好？四个人，没有，我是说你们 D A M D B 大家一起唱。嘉姐要唱呢，嘉。什么东西？我们大家一起唱，啊，好不好？来，给我们带路的，我们跟着你。给，来来来，我们下来。要不要开？要不要先开着？好 ，OK。待会儿呢，八一二三四，哎，包括我了。我们五个人呢，其实我也没有玩，我也被惩罚，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啊。就我们会一起唱歌，好不好？唱风筝就是青色围墙的主题曲。如果你没有听的话，记得上到 Astro 的 G，Astro 的 Z 去听风筝哦。还有今晚11:33的番外篇哦。然后6月17号，你们来见我们哦，在 KLCC Convention 一起玩 game， 几点？几点啊？几点见？一点，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哈。要跟 Elin 一配的，记得早一点来，早点来排队这样。没有，有请 Team A， Team A， Team A， Elin and Gabriel， 我们一起唱，好，一起唱，对。我们有词吗？我们也不会干嘛？哎，我们对嘴叫。忘记歌词啊！有歌词吗？没有歌词。我那个陪你迷路，陪你孤独。在城堡围墙，在城堡围墙，OK， 我们哪有怎样？越来越这样，多苦多难，拉扯不散，哪有怎样？真的真的真的，我
众朋友，刚刚他们只是在热身热身热身开音。那我想告诉你们呢，明天会有播放啊，制作特辑在11点哦，就是 behind the scene， 所以超搞笑的，我有看一小段，你们有看了吗？没有。还没耶，还没啊，还没看啊，一小段，一小段，那你看，谁给我看 ？Astro 的 Z Facebook， 哦，是啊，我们去 Astro 的 Z Facebook 看，对呀，特辑 Behind the Scene 哦，要不要重新来过？超搞笑，你们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 ，OK， 大家准备好没有？我们播不了吗？啊 ，OK， 好了，现在就正式的啦。有拼音嘛？他很多要求啊，有歌词。飞往。陪你迷路，陪你孤独，陪你飞过围墙，找寻幸福。风再大又怎样？云黑了也漂亮，多重多难拿着不放。雨再大又怎样？彩虹就在你身旁。哦。保持你自信啊，没有翅膀也能飞翔，一直在我心上最远最近的地方。好，谢谢大家。我这个提词是不是很好 ？Yes， 没问题。耶耶耶！这是我的卡拉 OK。大家满意吗？不满意的话，我们17号再见了，好不好？一样，我们再玩过。Continue the game。一起来玩。刚刚17号我们要干什么啊？等一下我们玩游戏。有那个演员见面会，下午1点在哪里 ？KLCC Convention Center。玩什么游戏？刚刚那个游戏是不是很好玩？有没有唱歌给你听？不要给我一口哦。我们约定。哎，来，快点，我们一起。来，最多外，我们有约定。再一次有比较有默契一点啊，有默契，没有，我们约定。我们那个好像都是还没有默契。OK， 我们先反过去先。很不对，这样啊。我们约定你。Freeze frame screenshot， screenshot pause。好，做这样。接下来做女生，我们现在做什么？我好了，我让你平反一下吧。好，让你平反一下。就是 revenge。哦 ，revenge。OK。OK， 那我们现在又再来选哦。行行。我对不起大家，如果你们跟我一组，哎呀，不要这样。没事，其实我很想跟你一组的。我们就让伊莲来选先，要不要？好。你们在选什么？你们在流汗吗？我们在玩呢。啊，这是 team A。我不要 A。哈哈不要选，你先选。我不要选，我要玩。你先选哦，会中了。你要选 B， 大家选 D A 哦。好，可以 ，OK， 选吧。只要玩。要不要 D A 哦？你再次选中哦。你想要跟我一起听 A 对不对？不要听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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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听 A。Yes， 金杯 ！Woo！ 现在是 A B 一组吗 ？A B 一组吗？所以你们选吧。A B 一组啦 ，A B 一组，大家很期待跟我一组对不对？对。你们很好人哦，结果大家手在发抖。你选吗？刚刚我选去了。你选去了？刚刚第一轮我选去了。我还是不要选了，你选呢？Tea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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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了， but Team A better， Team A， 因为他跟他讲，跟 Sam 讲，他跟 Sam 讲一组。哦，结果他是 judge， 结果他是 judge， 真的，哈哈，哎呀，恭喜你，我猜对了，他是 Team A， Team A， 耶 ，Jamie 那边有 judge， 还有 Team B， 没关系啊，我可以做 judge， 我们 OK 了，你先 ，OK， 左边右边。左啊 OK， 这样我就是一起开他就是加持又来啊，可怜30分不能这样子啦，想说你加持太多次了，就是让我来，我做加持，我是加深脸了，是吧？我做加持，我加深脸，我们换了 OK， 所以现在就这样啊，
怎么我会变成老金鼻的？神圣金鼻啦！ Okay 啦 okay 啦啊、给他发挥一下啦，给你演啦，我来猜啦。啊、我做加手。应该会赢吧？我先给你们讲啊，我是很 shit 的 ，OK？ 我 shit 的 ，OK 了。我 shit 的，我 shit 的加你。No problem。我 shit 的，我 shit 的。啊，我们不啊，别别别用他的 pronounce 而已。我也是，我刚刚猜，哎，我也是。那每天，如果你跟他一样组，你会 discuss 对啊，英文太多样。我们是英文吗？不有，你是什么？现在我是 judge。Sorry。来哪一组先？你讲好啊，你讲好啊，我的话。你要喝水吗？我按摩你。啊，对，我不能讲，我才说。你没听，你没听，你说米尔蒂不与赖吉。Go, go, go, go. OK， 我们现在玩赌注，看谁看谁来，谁先？看谁先？叮叮叮叮开始了。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你们啊，你是跟阿三三，剪刀石头布。One， two， juice， 土豆布。输了。哈？所以 Team A 先 ，Team A 先。所以这次是输的先哦。哦，输了。OK。Team B， Woo。Team B 先。我根本没有主见的，女生讲什么就讲了。他是女生吗？他是我的老板，所以。OK。OK。OK。所以 ，Samson 会来演，我来猜。好喽。我猜。Jamie face the whiteboard。OK。OK。好不好？随便选一个。哼、OK 啦，这个 OK， 来 ，OK，Ready，、okay, 好难、哦，几三个字，三个字应该是中文了、哦、啊，眼睛痛啊，眼睛痛，看画展，看电视，哇哇，哎呦，磨起来，怎么样？很快，很快哦。好厉害！快快快！看快！嗯，好了吧。OK。这容易，这容易，这容易。三个字，中文。打功夫。哇！我真的是好厉害。我喜欢金币啊！我喜欢金币。金币，我说 OK 了，来。哇！OK， 拜拜。三个字，中文。炒饭，煎蛋，三个字。煮鸡蛋，炒鸡蛋，鸡蛋，蛋，鸡，炒蛋。第一个字，我听到都饿了。煎，第一个字煎，煎蛋，煎鸡蛋，煎鸡蛋，又，哎，两分钟还没到呗，再来啦，还有二十秒。OK， 还有二十秒了，我没有看到。OK， 反过来，三个字，听音乐。哇，哎 ，Next。还有 ，OK， 哎呀，几题啊？没有了，我们让他一下，而且你们 score 了 four points， yeah， we got it。打功夫，看电视，煎蛋，听音乐，四题，哇，可以的话就讲三个字 ，OK。各位两分钟试题哦，就是说三十秒就一题了嘞。有，我喜欢金币哦。开始。金币 ，All right。金币。Apple 加油啊！不要给一粒影响啊。可以。Apple 转回来。哎，你讲话。哎。我这样转回来。你这，什么？不要这样多动作嘞，他针对你了，他不爽你。哎。听音乐。对。哎。继续。啊。OK。没有，不。你进步了。这是什么？哦，我很喜欢这个 anime。哎，你讲话。
你讲话，三个字不能讲。哎哎哎 ，next question， next question。他忘记去。欢迎李奇复查。几个字？哦，我更喜欢这个 anime。在苹果。啊，灯。哦，换灯泡。啊。这个厉害，你们好，你们哎，你们答对三题就好啊，答对三题就好。这个，哎 ，April 不是以令问题嘞 ，April 可以答到是你问题哦。他答到我，现在是他猜 ，OK。来，哇，我是做个人的动作，我还会讲，他会变皮卡丘。哈哈哈哈哈。OK OK OK， 干嘛干嘛？两个字，潜水。啊！三个字哦。哦，两个字。哈哈哈哈哈。哎，他们是赢的。他刚刚看到的。April， OK， 三个字。哎哎哎！自由到达。April， 一字。啊。So, 我们先让 Team B, Team B first. OK, 我们让他们先来，我们看他们先。Same rules, same rules. 现在是算。算时间表，最快，最快就是赢了。OK. 谢谢，敏慈。还有伊琳也是很厉害。伊琳 Team was winning.耶、yeah, 我们知道我们赢了。伊琳跟别人就是赢哦，伊琳跟我们就是输哦。伊琳跟别人就是哦很快哇我不理。要看真的是谁。哎我们来跟观众。对我分。我们是好朋友。哦喂我们是你现在好。我们来跟他们讲如果我们输的话对我们惩罚不要太坏哦。好只有一分钟啊请对看在伊琳的份上。最快的如果 pass 两分钟就是 out 就是 pass 2 minutes 就是 out 了可是如果你 faster 就赢了 alright 这个算时间是要 on start 最后一次可以开始了吗 OK 我开始我拿就是开始了好不好怎么拿我一动指就开始了所以你反过去先那你要看快点了可以很快所以我看了要收给观众嘛对对呀、啊、所以我们不是我转过来开始算的吗、哦、是吗可以啊可以啊我转过来开始算、哦、他转过来开始算的好这样我先抽先啊 OK OK,Jimmy 几个字哦几个字三个字哦，换灯泡。几秒。That was around 10 seconds. 10 seconds, OK. 10 seconds. 很快。一题而已啊。So, yeah. Team A, 你们俩是要比较快了 right? Faster than 10 seconds. OK. Faster than 10 seconds. 明天我们可以的。对。不用这样多动作 ，OK。
This is enough. 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哦，有人快过十秒，我很不开心。So, 观众，你们要选一个 punishment for Team B. 50 times push up, 我觉得是 OK. 50 times push up. For Jamie, 他只要跳50下。我在旁边打气50下。可以。你们看观众说什么？所以你们看什么 punishment? 怎么可能呢？怎么会快过十秒呢？你们这样快好吗？突然怀疑人生了。人生没有希望啊，人生无常啊。时候突然打你，嘣！两下有刺。所以这样讲的惩罚就 comment 那个 punishment。comment 那个。还是你要我给 punishment？ 因为如果我给 punishment， 就是这个这不是 punishment。那个叫什么名？李明。这个不是 punishment 的代价，你们想向 Jamie 告白。好，这个 punishment we are accepted。我们第一个，这个也是 punishment， 这个也是 punishment。告白了哦。Robel 讲 ，Advance Happy Birthday Binelli。哦，叫 Jamie 唱歌。哪里？有。修倩。OK 啊，唱歌 OK 啊，唱歌不用。帮兵这样辛苦。你要唱什么歌？哇，然后珍珍呢？珍珍就是在旁边扮啊，就是模仿大壮，然后就跟你打。Jamie 唱歌 ，Samson break dance， 打气 ，right， 好吗？打气。Jamie 唱歌，我们再等 comment， 再等看一下。其实在等 comment 啊，看看他们要珍珍做什么。我们都同意。我要 Samson break dance， 你们要看 Samson break dancing 吗？我是想，我要看呢，呀，我要看呢。他讲要Elin啊，他要Elin。Yeah, Elin 也是 key 啊， Elin 跳那个 PP，Elin 跳那个 PPAP 啦。他就叫我们 PPAP。OK 啦 ，OK，Pat，OK， 我唱歌， yeah, 我看到了 Pat 唱歌 ，OK 还可以。有人讲 Jamie 跳舞，我觉得你不要后悔。五个一起修才艺吧，我觉得将表演一起。唱首模仿蜡笔小新，唱首模仿蜡笔小新。Bosco 啊，看来比林跳舞，比林跳舞很美啊，比林跳舞美，哎，我没有看过哎。OK， 快点决定一个 ，Jamie 唱歌 ，Sam Person Breakdance， 走模特，走 catwalk。OK 啦，好啦 ，OK 可以，选一个，比林，比林。你们也是要讲 PPAP， but first， Jamie 唱歌，你选什么歌都 OK 了。OK， 我们全部一起，我唱歌，他 rap PPAP， 你 break dance。Yes， 可以。为什么？然后我可以帮你们。我们在旁边有人。我们 support 你们。哎，可以，我你在 PPAP 红不了，他有人这样。Yes， 我们 support 你们。你看。好。不止一个人。准备啊！准备啊！看你的 PPAP。OK。所以while他唱歌，你要 rap 你的 PPAP， 然后他要 break dance。一起啊！你们三个 one shot。啊你啊 ，one shot。我们两个一起啊。break dance 打给 break dance 在中间，那我们两个旁边。酷酷酷。break dance 在中间，然后你就 PPAP。哦，在中间。能吗？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这是第一名 special。我觉得地方有限，我们三个来先，所以过后再来他们好不好？没有，我们三个可以了。我们 OK 了，我们 support 了。开始了吗？耶耶 ！P P A P P P A P P A P P P。他跳，一起跳。然后你可以跟着这个音乐 break dance， 然后我唱不一样的歌。呀呀呀！然后你跟着这个音乐跳，他开始跳了，然后你又跳，然后我开始唱歌。Follow the beat, follow the beat. Whoa! Okay, 我唱歌啦。Woo! 吃上自由，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靠近妈妈的怀抱。吹风筝起来了。对，各位，杰米唱歌唱了，那当讲 PPAP 了，快了吧？
我会看啦。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三三星 breakdown。哦，第一次看到。第一次看他边跑哦，在韩国现场。他看过了，他看过。那鞋子差点飞出来。我又抓回来了。他的鞋子也很紧。啊。嗯 ，not bad 啊。谢谢。喂，要看现场的，记得六月十七号到 KLCC 啊！哇，先生，让我给你看。哇，先生，让我说说。哦，超帅！哇，先生，好帅！谢谢啊，谢谢大家。发现到吗？每次你做 punishment， 很多人就喜欢你。不是啊，人家也觉得你很厉害。这个跳舞人，人家也觉得你很厉害吗？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今天还有 Elin 她跳 BBAP， 很 cute。来，当然我们给 Elin 一个机会跳回她属于她自己的舞，好不好？啊，好不好？她属于她自己的舞，好不好？因为每次她都被跳 BBAP 嘛，所以。这次是最后一次了， yeah, yeah, 所以我觉得要给伊琳表现一下，表现一下，好不好？其实伊琳跳舞不是这样的，你们就每个人表现一下，最后的十五分钟哦。好，最后的十五分钟，你们有的看到伊琳、Jamie、Gabriel and April and Samson， 我已经过了。好，这样我们来伊琳先好不好？伊琳你要什么歌呢？好，我们要唱歌吗？啊，你要，你可以做啊。Do your best. Your best. 要我做什么？因为 every time 你跳 BBAP 嘛，所以这是 last the life 了，所以你要跳什么舞？跳你喜欢的。嗯。我们喜欢哇，怎么办？我做海草吧。海草？你要跳海草吗？对呀、啊，我不能跳舞哎，怕跳到虫，你们看的那个。还是你要唱歌都可以啊。我怕唱歌。我要跳海草。好。我要看那个 tutorial。所以我们最后每个大的可以看跳一个舞身舞蹈。Twice Korean Dance。你怎么可以唱 TT 的？啊！我要看海潮。所以我们要做好好的，这次抖掉你的蝴蝶袖。你在中间，我们后面两个伴舞啊。啊，你们伴舞吧。我们伴舞啊，就一起。那我要开始那口是这样。大家好，我是梁有丽，这位是伴舞。开始吗？开始吗？哇，好美啊，依琳，好美哦。哇哦。怎么来？清唱很压力啊 ，OK。不过我还是答应你们了 ，OK 了，我唱了哈，我唱比较老的歌啦哈，有约定吗？约定。
约定你在六月十七日在 KLCC Convention 间见哦。你可以看到一定跳海桥，可以听到杰米姐姐唱约定，她会唱风筝，然后她会跳 break dance， 然后 April 会跳演戏给你们看啊。啊，可以可以，她演会 April 吗？我演 April 给你们。哦，王菲，哇哦，来吧 ，Yeah， come some of the music。Yeah。嗯。我没有歌词的哦 ，OK 啊，好好。唱一小段啦，忘记歌词了，可以。还记得当天泪管地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原来一起走半里长街。还记得街灯照出一脸黄，还燃亮那份未稳的片段，坚认的你轮廓太好看，凝住眼泪才敢细看，忘掉天地仿佛也想不起自己，仍未忘跟你身话天王亦远飞，就算会与你分离，凄绝的气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一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百万爬都可认得你。这是他的声音哦，不是王菲的声音哦，这是 Jamie 的声音哦。Yeah, 很多人讲好听哦， yeah, 很多人讲好听哦。从第一个 Facebook Live 我到今天才唱啊，啊，谢谢你们完成了我的愿。Astro 的 Z 的 Talent， Yeah， Yeah， So 哈， Who is the next？ Yeah， 加油哟！有有有有有，怎么？我在。Box 啊。Unfortunately， 我要放手。所以就，就我们唱歌来，这样可以唱歌，可以唱歌，唱 opera， 可以唱歌 opera。你有 Big Boss 我们看过的很厉害，来唱歌。哦，他咳嗽啊。有什么歌啊？你们想听啊？你点啊，你点，你要唱的。Vidas。哦。不睡的的。人家不会那种。天哪，我们给 Gabriel 想一下先，我们来 proceed April 好不好？好 ，April 来。好。什么歌呢 ？April。是你要跳舞，收才艺。嗯。心口那什么吹大师是吧？你呢？我是那什么特技表演的。哇，好啊！哦，哎，不要脱衣哦，不要脱衣哦，不要。不能哦，不能哦，这里不可以啊，脱衣不行啊，脱衣不行，谁要脱衣？还要脱衣啊？还要脱 ？No！ 好啦好啦，这样我来唱丑老老的歌啦。啊哇，丑老老，有啊，那后来后来，哦，那是丑老老，哦，后来好啊，嘿嘿，刘若英的后来，有因为刚好看到钟雪婷，你快点讲啊，你要什么？你在后来是什么歌吗？后来我知道我要唱哪一首歌。Rendezvous。所以我们先约定，然后后来呢，哎，就会一起跳海潮。来，我们来，我们来拍 MV， 我们来拍 MV， 你唱，我们拍 MV。开始吧。我总算学会如何去爱，可是你。早远去，消失在人海。快点 MV。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橘子花，白玉花瓣，落在牡丹色白绢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如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不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准备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爱我，爱的话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掌声鼓励鼓励，谢谢我的演员们。谢谢 Angel Voice。很好，那 Jamie 已经约定我们十七号了，那后来就是后来就是一起跳海潮了，就是、没有，后来就是大家一起要出现在我们的十七号的现场，然后呢，我们一起跳海潮，海潮也是很无敌。OK， 那我是 Gabriel， you Gabriel， 来，我们要准备热烈的欢迎 Gabriel。Gabriel， 他在准备这音乐，给他一点鼓励的掌声。掌声鼓励。他不止人帅，他不止人帅，皮肤白，很年轻，还会听歌跟唱歌。来，有请。给来。Go go。哦，这个我给你 present 啊，我们不要做 MV 啊，我累。这么我一个人办完 ？Solo 舞台 ，Solo 舞台 ，Solo。我们办粉丝。I was cheated by you, and I think you know when. So I made up my mind, it must come to an end. Look at me now, will I ever learn? I don't know how, but I suddenly lose control. There's fire within my soul. Just one look and I can hear a bell ring. One more look and I forget everything. Whoa, mamma mia, here I go again. My, how can I resist ya, mamma mia?Does it show again? My, just how much I missed ya. Yes, I've been broken hearted. Blue since the day we parted. Why did I ever let you go? Mamma mia, now I really know. Mama, I should not have let you go.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Yeah. 好了，这样我们的 Astro 的今天呢，有到一段落了。哎，那我们觉得在深深还没有开始之前，我要先来预告一下，等一下在晚上十一点会有珊珊的番外篇，记得去
Astro 的 Z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看 ，OK？ 啊，然后啊啊，我们不要那个大风扇了，你看你只穿一个 helicopter， 对啊，helicopter， 旁边啊，随便一个，跳舞的音乐就可以了。什么歌呢？快歌，咱选歌来给你看。哇，随便哦，哇。像 freestyle 啦。我们 freestyle 好不好？ freestyle 有没有 freestyle？ 你有没有 freestyle？ 我就是 freestyle。哎，你们两个很不尊重啊！他要表演了，你们跟他。我觉得你可以。如果在 breakdance 的歌有。你说，快跟你选一首歌。一首歌呗。我们选 dubstep 吧。啊 ，dubstep。Dubstep 很可怕，我觉得是。是吗？那个对呀。各位观众，请耐心等一等啊！好的东西就是要等的，最好是谁？就是 Santa 的很多人叫你 shuffle 哦。又我也 shuffle。shuffle。哇哟！一定一定。我不懂哦。Oh my god！ 来了，这里。TP 很喜欢。Deadpool。我决定当粉丝。我们做粉丝。我的偶像是你。所以你们已经看到我们五个的才艺了，海森谁的？黑泽在哪里？所以你要准备一下哦，黑泽。黑泽十七号的时候到你啊，直接来了，好不好？直接来，那个什么，华晨宇又滑板鞋。好了，我们几个人哦，有话要跟Facebook带的人讲啊，就是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手。很舍不得，我们很感动，很舍不得。来，我们给大家一个好不好？来，一二三，鞠躬，谢谢。当然，这个不只是我们还要谢谢拿机的，他每个星期五都拿着镜头的，我们要谢谢他，然后要谢谢女生中的女神，对，谢谢大家。简单的问题给我们猜。是的。舍不得。
是的，在我们还没有结束之前，最后我们一次，最后一次来，有什么问题可以comment 在下面，最后一次好奇的东西，是的，只要跟一定表白的啊，什么可以 comment 在下面，因为觉得 Samson 很帅，要他的电话号码的，可以 comment 在下面。三生，然后你对我做什么？我就是一个，我暗恋他半年，他是谁呢？我是三三。OK， 好了，我是 April， 然后我是三三。大家好，我是月儿，可爱的月儿。我是阿杰，没有阿杰，很酷的阿杰。哎，有一个 question， Bosco 要问 ，What's your favorite movie？ 我最喜欢的就是即将要上映的第二个 Rocket Round。你们看过吗 ？Rocket Raw 有啊，我还没有看第二个啊。第二个出了，就刚出了。谁跟另外一份看过？那我喜欢《Guardians of the Galaxy》，我喜欢《Avengers》，然后我也是喜欢《So what's your favorite movie？ 我的是《Battleship》。Battleship 哦，酷了酷了。你啊 ，April， 你最喜欢的是 ？DC、Marvel 都喜欢。DC、Marvel。Jamie。我喜欢看卡通啊 ，Adventure Time， Disney 啊，我很爱 Disney 的，任何 Disney 的卡通我都很爱的。嗯，可是 Disney 哦不是小孩子看不了的，懂吗？它很有那个表情很丰富的，然后它的表情哦是人做不到的，只有电脑才可以做到，所以 Disney 哦的卡通是很好看的。嗯。哦，那有人问 Angel 问，青色围墙会出 full 的版本在 Facebook 吗？会。要看完整版哦，可以不会，三零六，对，三零六 HD， 对，看完整版，完整版，是。好了，这样我们就到尾声了，省一点，好，省一点，有三三的放外边 ，OK， 谢谢大家哟，省一点 ，OK， 约定你啊。好，来，最后的来，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双手吧。来，给我来，站，我不用听你歌词了。一阵风流荡，我远远守望，等到雨水打穿，才懂得。回望，陪你迷路，陪你孤独，但你可以通过围墙找寻幸福。风再大又怎样？因为浪要漂亮，多长多难拉扯不放。雨再大又怎样？彩虹就在你身旁，哦，有兄弟的天堂，抱着你就心安，没有翅膀也能飞翔，你就在我心上，最远最近的地方。约定你们，青色微笑，约定你们。然后粉丝有说 Gabriel 和 Eileen 不要每次吵架啦，那就完了，不要吵架啦，你们来 shake hand 给观众看看 shake hand， 不可以，我们要给观众在十七号看他们有没有改善，所以你们要到现场去说他们哦，所以你们要吵到十七号啊，就看他们有没有改善了，好不好？我家没有吵过。谢谢，考试加油！好了，我们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十七号见，六月十七号 KLCC Convention Center， 我们有玩 game， 今晚十一点记得看哦。然后明天还有什么？明天有幕后花絮，是幕后花絮，十一点有幕后花絮哦 ，Behind the scene， 是的，来谢谢。我来带你们看每次我们 live 的地方，这就是来就是我们有这个东西，看我们有这么大的。
大大的屏幕，然后有大家都是旁人，有一个包，就是我们要做成双人。是，好来。他记得在还没有什么？你记得来着？哦，记得，我记得问题。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这个最后的 live 之前呢，有个问题一样，每一次的 live 结束都有一个问题，这次也不例外哈。等下你们11点的时候看那个珊珊的番外篇，有一个问题你们可以从影片里面找出来。那问题就是珊珊口中的男人是谁？珊珊口中的男人是谁？然后可以去哪里？然后你们看了那个影片有答案的话，你们就可以 PM 去 Astro Dizzy 的 Facebook PM 他们，然后一定要看完才可以 PM。 你没有看完，你 PM 那个答案是不 valid 的 not counted。 OK， 然后你们答对的话，你们就会有这个好可爱哦，可爱的我是快乐。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好酷啊，数位，数位 ，OK， 你们就会获得这两样东西，所以你们记得要看，等下11点珊珊的番外篇，然后问题是珊珊口中的那个男人哦，不是男孩哦，到底是谁？然后 PM 他们 ，Astro the Z Facebook，OK，OK、okay? okay、啊，谢谢，酷，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每个45的收看我们的 live 哦。哟，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啦！你再不拜拜，我不舍得，我要哭了啦！再见！我们没有 live 了啦！我们不一样，我们 no live 啦 ！No live， no live， 拜拜！我们还有6月17号的 OK， 拜拜了啦！ Okay. 拜拜啦！拜拜！你们的幕后记得看的幕后花絮在哪里？啊，幕后花絮在明晚11点，对，明晚11点 ，Astro AEC 301 306 HD， 然后幕后花絮记得看啊，拜拜。